秦乐先练右手的部分，它是咪咪咪咪发嗦咪瑞哆瑞。然后手要搬家，这边连连的，不能切掉。那现在要请秦乐，我弹一行，请秦乐跟着弹一行哦。例如，好，秦乐来，咪咪咪咪发嗦。发发发发嗦啦，发咪瑞咪。好，瑞西哆瑞西哆瑞咪发咪。行的，瑞西哆瑞咪发咪瑞西哆。那这是右手的部分，左手的话对秦乐来讲并不困难，只是要保持稳定，不能忽快忽慢。还有就是洗发收的部分呢，都变成洗瑞收咯，所以怕秦乐会帮他改音。那我们现在先做前面两小节哈，哆咪嗦洗瑞收。洗瑞嗦，洗瑞嗦，洗瑞嗦，然后回到哆咪嗦。好，那接下来三四行比较特别。好，这边再看一次哦。琴的发咪发咪发咪瑞哆瑞咪，然后再换琴的发咪。